有多小啊？说，那天都在想，是这里比较小，还是这里比较小啊？多小？就知道你离不开我。我们回家吧。庄婕妤告诉你，我跟别人睡吗？是真的。 但我从来不带你玩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玩。你一直都很干净，圈子也简单，我不允许任何人碰你，你明白吗？唯一的钥匙，走吧，回家。宋俊寒，十年，然而也不过如此。其实早就猜到。 宋俊寒这么多年不和我断，无非是因为干净、安全。我不会让他们靠近你的，你提着头跟我走就行了。我只是喝个酒，又不是做贼。被人拍到你现在这样不好，听话。我带你出去，上车就没事了。好了。哪个公司？哪个主意？俊寒，我们走。 给他冲动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事，快上车吧。哥，快上来！靠，那个废物干的！小磕碰，不要紧的，赔钱，血流进去吧。敢伤我的人，给我等着！